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一例一修劳基法修法还在进行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因反对仓促修法，与党内委员杠上。不过，前民进党立委沈富雄在脸书力挺，认为他是政坛稀世之宝。沈富雄在脸书上分享他与某名民进党立委的对话，他向对方询问：“请问您们2016年大选时，您们的政见比较接近当今政府的政策，还是林淑芬的主张？请问林淑芬的主张相对于目前政府的政策，何者比较接近民进党的核心价值？”问题，对方答案都是林淑芬。沈富雄认为，工总大老板们口中的五缺是假议题，地、水、电、劳及人才这五样其实不缺，只是在他们眼中太贵。沈富雄喊话说，如果您站在劳方，当然挺林淑芬，如果您站在资方，为产业升级，也要挺林淑芬，他是当下台湾政坛的稀世之宝。